是谁掰了我的口红？是谁掰了我的口红？那不是我，你问我干嘛？但我昨天看到有个人进你房间。你要是帮我揽下来，我给你100。但没看清楚是谁。这是我昨天拍到的照片。你要是不说出来，我分你30。中间商赚差价呀。都没拍到是谁？要是有人能告诉我是谁，我奖他1000块。老板。